清朝真正的王爷可能与电视剧里的出入很大。图，电视中的王爷，林在峰，溥仪生父。在涛，他是溥仪的七叔。当溥仪在三岁那年走进皇宫，再没有喊他过七叔。后来，当溥仪与日本人沆瀣一气时，在涛极其反对，从而两人反目。建国后，被任命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司令部马政局顾问。在寻，醇亲王奕轩第六个儿子，也就是光绪的弟弟，这是他的平民装。奕熙，清末洋务运动的主要领导者之一，十二家铁帽子王之一，道光帝的第六个儿子，咸丰帝的同父异母的兄弟。讷勒赫，曾任禁烟大臣。奕匡，别称庆亲王、庆王爷，清朝首任内阁总理大臣，清高宗爱新觉罗弘历曾孙。奕轩，道光帝第七子，咸丰帝一母弟。善祺，肃亲王，川岛芳子生父。